姓潘，叫潘伟廉。我唔记得自己几大啦，我只系记得我嚟嘅时候系27岁，当时系1967年。我记得我初初嚟嘅时候，英国系嘅天气同而家系好唔同。以前正即管咩夏天，个太阳好似发毛咁，好似个柠檬咁。天热得系好冻，着件棉衲咧可以由一年着到由年初着到年30萬。嗰时冇咁多中国人喺度嘅，中国铺头都唔多。咁咪我系眼见。見證呢條唐人街由3-2間鋪頭發展到今時今日，差唔多全部俾中國人係佔領咗噶啦。雖然間係大業主唔係中國人，但係好多鋪頭都係由中國人去營運嘅。呢幾十年嚟咧，真係可以話滄海桑田變化好大。我睇住最早嘅由香港嘅新界人，開始，至到收尾香港人、香港城市嘅人，至到近呢10年8年。的新移民，我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喜歡做生意，在做生意裡面找出路。英国华人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中，其后经过了1785至1798年、1859、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52年等几次重大的变迁，移居英国的华人不断增加。在1950年代，有一大批香港的移民来到英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政府要发展新界，所有耕种的土地都用来兴建新市镇，另外又兴建了船湾淡水湖，以致农地尽失。无一技之长的新界居民无法再以耕种为生，但因为持有英国的护照，于是离开香港来到英国谋生。新界和香港岛的居民不同，自从英国政府租借了新界开始，新界原居民的第二代就会自动享有英国公民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英国。为了生活，很多人就会选择了前往英国发展。以前大部分的华人都会选择聚居在东伦敦一带的码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那里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多的华人就会选择搬到位于伦敦中部的苏豪区。在50、60年代，当时的苏豪区亦都是出了名的红灯区，只是有几间的餐馆。一般英国本地人是不会去那里消遣，但因为租金够便宜，所以很多的华人就选择了在那里聚居和做生意。经过几十年的寒暑，唐人街在伦敦最繁盛的黄金地段逐渐发展。从一开始以烧煤炭取暖，周围都是黑蒙蒙的年代，到了今日，气派的大门，崭新的楼牌
火红的对联，威风凛凛的石狮子，都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人称契爷的李志章是昔日华埠街坊会主席，华埠街坊会即是今日伦敦华埠商会的前身。李志章亲眼见证了唐人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我第一次来英国呢，打来伦敦呢，就1929年，来到唐人街呢，就没有这个唐人街的，我们所有香港来的华人呢，华侨呢，都是来这个区的。我看到这个区呢，全部都是红灯区来的，那些 sex shop 那些东西很多。我想着呢，就想着搞个唐人街的，就是个街坊会，华埠街坊会，所以说叫华埠街坊会的春日。那么呢，搞完街坊会之后呢，跟我呢认为呢，英国呢就没有唐人街啊，所以呢，我考虑了同政府开会，可唔可以帮我哋个中国人咧搞个唐人街喺呢度，正式嘅唐人街，用东方色彩嘅啊，有啲牌楼啊，美化唐人街啊，街名啊，有中文嘅啊咁样。所以咧，政府咧同我好多次开会，都话好嘅啊，有啲意见咧，我接受嘅。政府用了成1 million pound 去發展呢個唐人街嘅呢個 area， 啊，美化唐人街，好似有一行人道啦，唔准搭車啦，有中國式嘅大樓啦，有電話亭啦，啊，每條街咧有中文名啦，有開幕咧，1985年10月29號。咁咧就開幕嘅時候咧，有英女王嘅表弟啦，即係哥羅斯達公爵啦，同埋有中國大使啦，有香港政府專員啦，有西敏市政府啦，市長啊嗰啲剪取嘅，所以而家咧好旺啊，全世界嘅旅客咧都嚟參觀唐人街沙拉丹，所以咧搞旺咗呢個地方。从1985年起，经过一班前辈的努力，唐人街演变成一个繁荣的地方。20多年来，繁荣的背后代表了很多人的努力和建树，也都包含了很多人的辛酸故事。每一代人的汗水，每一代人的努力，都承托着今日的唐人街。但辉煌的背后，唐人街亦正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包括租务、赌博同埋社会风气等问题。唐人街嘅未来究竟仲系咪掌握喺你同我手中呢？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根据当年中英谈判，英国政府给予大批公务员英国公民权。One word, two sound, perfect。风水轩老板娘李玉美，而是因为这样跟随着爸爸移民来到英国。虽然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社会，但是想回刚刚到埗的时候，因为香港和英国生活方式的差异，令到他非常之不习惯。我跟爹地移民过来的，咁移民咗過嚟之後咧，就已經係接觸唐人街啦，20年係啊！我喺英國咧接觸到咧，連買一支筆芯咧，佢哋都要碌卡啊，或者俾張 check 啊，好興噶嗰陣時。終於習慣咗文化上嘅差異，李玉薇喺英國嘅生活慢慢穩定落嚟，開始建立自己嘅事業，接手親戚嘅生意，但係因為業主租約嘅問題，令到啱啱起步重商的他大受打擊。我
我記得我是2000年啦，我就接手金唱片，咁我大家就話佢要全職去退落嚟，就叫我先生不如咁啦，你買咗佢嚟做啦，我就買咗金唱片嚟做呢個 retail， 咁做咗唔夠3個月，個 landlord 敲門話幫我聽，我哋要改啊，要收翻呢間鋪啦，啊，好似嗰一刻你會覺得好晴天霹靂。咁嗰陣時retail shop 咧就唔會收到好高租嘅，但係咧如果佢改變咗一間餐館咧，佢就可以收到好多租。咁嗰時我咧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好勝同埋好爭取公平啲嘅理由咯。咁變咗嗰陣時就開始同個業主有 argue， 開始打咗一場官司啦。咁嗰陣時打咗場官司嚟講，都好轟動嘅，連香港《蘋果日報》啊嗰啲都有賣過，係我嘅歷史嚟嘅。其實嗰陣時我就同佢打官司，咁就以前興一個叫做 Human Rights， 打咯，橫掂都係啦，試下啦。咁我先生其實我最覺得開心就係我先生都好支持我去做呢樣嘢，中國人雖然我做第二等公民，但是不代表即我要被你這樣欺負。因為利潤的關係，如果商鋪改為餐廳，業主將會獲得更多的租金，但你又未不滿業主無理的逼遷，毅然接受挑戰經營餐館，但是業主並不看好。跟住他再跟我們說，就說你又未做過餐館，你怎麼做啊？他說你還可以跟我怎麼打，那我就用了風水來打這個官司。在史上呢來說，第一單用風水打到上去 High Court 停了的，就是我這道風水協。得到倫敦華埠商會的協助，糾纏了1年多的官司最終以庭外和解了結，業主亦同李玉薇簽約俾佢繼續經營餐館，以為一帆風順，但同時又有另外一啲嘅事情影響住佢嘅生意。我2005年啦接手，跟住2000中途到3至6個月到啦，咁已經收到呢個信息。咁 until 幾時我攞翻呢度就係2002年嘅10月28號。咁嚟緊咧，我又面對緊呢一個困難啦。咁因為5年。會個 van review 一次，咁 until 嚟緊咧，我面對嘅就係第二次嘅 van review 咯。其實我係好唔好彩嘅，去到2007年去面對加租，我已經同個業主講 ，excuse me， 呢度有爛飛彈，你都唔係攞曬佢嘛，你連一兩隻都唔留翻俾我啊！即係佢哋會覺得，因為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唐人街嘅租，我自己去調查過。找個 surveyor 是根本就不值得給這樣的租，我們唐人街的租是幾乎是超出了3倍他們所計算出來的租金來的。他說是 grade fee 是不應該給這麼緊要租的，你知不知道我們的租，很坦白，我這裡只是租金都要300000一年。50-60年代的蘇豪因為租金低，所以吸引了很多華人在這裡創業，但時日過去，房價不斷上升，令到他們感到非常之吃力。有人選擇結業離開，但有人選擇繼續留守經營。很多事其實我都講啦，個障礙最大的就是租客。如果我跟他們這樣很麻木去接受那個租金的話呢，真的很沒意思。即我會選擇呢，我不會屈服咯，但我都會在 我真的撐不到的時候，我對自己有個交代先咯，我不需要對其他人交代，但對我自己起碼有個交代咯。但是問題是我會不會算了你加租不做了，我就 一走了之，我不會咯。如果唐人再不去起身的話，
就真係變咗一個死城。即係我唔希望中國唐人街、中國人係變成啲咩城咁樣咯。有人俾幾多百萬你啊，叫你走啊，俾佢做個賭場，我又做唔出咯。如果我個心硬啲，我話知你唐人街十間、十間、九間都著咗做呢、這個booking，關我鬼事咩咁咯？今日嘅唐人街，商铺嘅老板受到租金问题嘅困扰，而昔日嘅唐人街影响住民生同埋生意嘅一个重要因素，就系黑帮嘅问题。廖业辉自小就喺唐人街度打滚，可以话系从唐人街里面嘅风风雨雨中走过。其实我企喺1970年已经唐人街，今年已经42年，我已经8岁喺唐人街。我覺得唐人街喺個即係我一個華人社區嘅地方啊，即係我哋自己嘅問題有自己嘅突出啊。喺1970年嗰陣時候，我諗大約我數大約700間鋪，今時今日唐人街起碼有150間鋪。我爸爸都撈偏門嘅，咁我爸爸以前咧，我佢都做大檔嘅，即係做呢啲俱樂部。咁做俱樂部咧，以前咧佢俱樂部嗰啲佢有地方啲牀俾人瞓噶嘛。咁咧，佢啲人咧，以前咧，即係立白逢親聖誕節咧開檔嗰陣時咧，咁有啲人咧喺蘇格蘭落嚟攞啲錢咧，壓個皮夾啲錢攞嚟賭噶嘛。咁攞嚟賭嗰陣時咧，佢驚俾人打劫啊。咁佢緊有保鏢，即係唔係保鏢有人睇住咧？咁啲人咧緊用個俱樂部嗰度緊有刀嗰啲性啊。咁如果同邊個嘈交或者有咩事咧，緊攞刀噶。以前咧就攞刀咧就緊要過而家。撈偏是指黑社會活動。黑社會最初是在19世紀由廣東至廣西一帶村民互相自保而成立的民間組織。經過鴉片戰爭後，當地的人民心思變，所以性質亦都開始改變，很多人開始從事非法活動。在當年第一批的華人移民當中，部分在香港已經有黑社會背景，他哋將呢個黑幫嘅文化帶到嚟英國。我俾個譬如你啊，即係好似以前咁，以前我覺得佢哋人唐街啲人咧用刀用多咗。我記得有一次，因為唐街我同你講，以前有幾間嗰啲俱樂部喺唐街，咁一個人咧20年前嘅，我記得25年前嘅，佢點樣咧？佢就話個人識得功夫，用咏春打佢。咁咧，佢咧就攞咗把刀，咁喺光天白日，晏晝唐街2:30，再攞把刀斬個人只腳。你估你咏春犀利，打到我媽面得？而家我用刀斬到你媽面得，就光天白日攞把刀斬佢只腳。斬完佢只腳之後，佢攞把刀咧擺落佢個身度，好似拍片咁走人。從新界移民過嚟嘅人，大部分都係從事餐館嘅工作。由於打工嘅生活沉悶，佢哋又冇其他嘅嗜好。出入俱乐部就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娱乐。当时的俱乐部是一个联谊的场所，也是一个赌馆。慢慢地下赌场就成为了当时黑帮争夺利益的目标。他们为了争夺地盘，经常都会有摩擦。直至80年代 Charing Cross 警察局成立了一个唐人街社区警民关注组。唐人街的问题那陣時先開始得到正視同埋處理。Charing Cross 咧已經設到個 Chinese Unit， 即係點咧？係負責唐人街嘅治安，同埋咧而家差佬會快啲嚟，同埋邊個打交而家差佬會知個資料咧會知快啲，同埋佢會再研究快啲，唔同以前差佬咩都唔知，差佬打交佢一人到邊個打邊個佢都唔知，因為點解咧？因为他那时没有这个设备在这里，没有这个人手。当时的苏格兰场曾经派警务人员到香港考察，观摩当地警察的处理方法，希望更有效地去处理唐人街里面的问题。直至2000年中，帮派的问题得到合适的处理，地下赌场亦随着政府对赌场的发牌制度而慢慢消失。不过唐人街并未因此而风平浪静。而家咧個唔同法就係唐人街都有打交，個情形同以前唔同，因為而家唐人街已經冇俱樂部，
唐人街而家冇俱樂部，呢最後尾間俱樂部，我諗大概八年前刪咗，而家唐人街有 casino， 反而啲中國人咧喺 casino 嗰度放數。點解要開 casino？ 十個中國人有九個中國人去賭。咁點解咧 ？casino 一開咗咧，佢無論贏輸咧，佢要交50% 個税俾政府。好似隔離緊 casino， 第二年已經賺137% 個 profit， 你可以入去賭。但如果你贏超過千五磅咧，你唔可以換，你要攞 ID 去換。佢又唔俾個牌同人哋講，佢蝦啲中國人，蝦啲中國人，蝦啲中國人咧冇居留啊，啲福建人咧贏到錢唔可以攞走。我好即係唔開心，因為點解咧？好多人講，我落到去，我輸就輸得千五磅，我贏咗千五磅，佢唔俾我換，佢扣住我啲錢，佢話我要見到你 ID。你有 ID 俾我咧，你證明你係英國人，我先換。咁你點解你唔擺個牌出邊同人講？喂，大佬，你冇搶錢。如果你搶錢超過千五磅嘅，你輸咗嘅，你冇贏咗，你冇換係咪？佢個牌又印咗出嚟，因為好多人問過佢，但係佢病埋。所以講你幾間 casino 咧，累到我哋啲華人喺唐街啊，就輸好多錢。個個每日咧插埋嗰啲啲餸啊，做酒樓嗰啲咧。你話到全黃衫都可以落去賭嘅，因為喺賭場發牌中有利可圖。於是當局明知道唐人街已經賭場林立，但新嘅賭場依然不斷湧現。英國政府唔知道我中國人賭嘅，點解佢唔理我？因為我哋係少數民族，因為我哋係華人，點解要理我哋？你死咪死咯，係咪？如果佢啲西人去咁樣去賭法，你話到佢會唔會俾佢開？點解要喺唐人街每兩分鐘行路開間 casino？ 為咗咩？因為佢知道我中國人爛賭。而家我可以帶你隔離睇睇 casino 啊！起碼而家偷撚住嗰啲廚房佬啊、啲樓面啊，喺個人去隔離賭噶啦。你話你著條底褲落去都可以俾你賭嘅。咁你同我講係咪啲政府害我哋啲華人？唔係話好多中國人有太多錢輸啊！你話嗰啲廚房佬或者樓面揾300磅一個星期，佢每人起碼等200磅。倫敦華埠商會會長謝貴全亦曾經因為唐人街賭風日益嚴重，舉行過遊行集會表達訴求。嗰啲 bookie shop 啊，同埋嗰啲 casino， 幾多 casino 都圍住我哋中國人唐人街嘅，即係我哋中國人賺把錢啊，成日走去輸埋，好冇價值啊！咁辛苦賺翻嚟啲錢，下次還俾佢。即係好似個前嗰排舊年幾多時，佢哋咪又話想去 stop 佢個 betting shop 嘅 extension now 嘅，係咪 stop 唔到㗎？冇㗎啦，咁講我整到咁大間 hippo 蟲出嚟，我就叫 hippo 蟲咁大間對住我哋唐人街，我有日行到我望住佢，我都哎呀眼淚都流出嚟啊！咁辛苦賺啲錢輸埋佢，真係唉冇事冇事啊！不過我哋睇下，但係將來我哋中國人睇下我哋大家。好似還到睇下自己行得點咯，唔係只有係去反映嘅啫。我諗都好難 stop 佢哋。雖然問題好似冇辦法即時解決，但係仍然有好多人願意去守護住唐人街。唔單止係因為呢度可以謀生，重要嘅係因為呢度係成長嘅地方，因為喺當中仲有一份情。我梗係中意唐人街，因為我喺唐人街大，我喺唐人街揾食，所以。It's my home， 喺我家嘅啦。雖然由黑幫、地下賭館而引發嘅治安問題已經解決，昔日嘅唐人街俱樂部今日已經不復在，但走過唐人街、投注站、遊戲中心、賭場，依然成行成市。賭博嘅問題影響住呢度嘅華人生活。但今日有一群人正透过不同的活动，尝试为唐人街有更好的改变而努力。我都有稍微接触过，有些人真的在当中做一些色情的工作，卖毒品，甚至乎是煮大麻，在伦敦这里在唐人街去卖的，这些人我都接触过。胡德明牧师因为工作的关系会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因此看到的问题也不是一般人容易察觉得到。
其實唐人街存在的問題已經是很多年的了、最大的不過是賭這個問題了。我們知道說其實賭博這件事、就不會是只是賭博單單 賭錢這件事，因為賭錢了輸了錢之後呢就會帶來了一些的犯法的或者是、不好 的活動，譬如說、借錢、貸款、非法的貸款、有些嘅黑社會嘅參與、甚至乎有一些嘅色情嘅行業啊，賣白粉啊、毒品啊、打交啊，呢啲嘢都會全部出曬嚟嘅。咁就變咗話，使成個唐人街咧嗰個嘅社會風氣咧就好差嘅。胡牧師所屬嘅教會喺八十年代開始喺唐人街舉辦唔同嘅活動，服務華人。唐人街同二十年前比咧，就有稍微唔同啦。因為唐人街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咧，只不過係從香港嚟嘅一班嘅華房。咁後屘就有越南華僑嚟買啦。咁再後屘就有福建嘅人都嚟買啦，無證人士。咁而家中國大陸都嚟買到就開餐館啦。所以而家唐人街就好雜嘅，即係不至於唔單止係有唔同嘅語言、有唔同嘅文化、有唔同嘅國家。所以其實即係要將呢班人一齊。去聯合起上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的。想動員更多的人去關懷社區，一直是胡牧師的目標。過去這兩三年、初初一開始的時候、一個比較大的參與呢，就是有關於在、英國這裡有一班的無證人士、我們希望可以幫到這班人跟政府去傾下，俾佢哋有機會可以留低喺度正式嘅工作，賺錢交税，維護社會等等啦。咁第二個比較大啲嘅參與咧，就係、嗰個嘅反賭博嘅一個運動啦。因為我哋發覺而家唐人街咧，即係方圓一到二公里之內咧，就有好多好多嘅賭檔同埋賭場嘅。咁我哋就覺得話，一個賭風係好大嘅影響緊唐人街。第三个更大型的活动就是在2012年10月举行的唐人街社区日。我们有几个朋友，即有几个人呢就觉得说、希望可以为唐人街做一些事，因为都发觉唐人街有一些的、挑战和困难呢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面对的。無論是在經營生意的方式、文化的問題、社區的問題、或者是希望可以跟政府那邊去交涉、爭取一些的事情，這些東西都是希望可以去做得到的。不過就發覺沒有一個的團體或者沒有一個的人是可以去做完這些東西。這個 Community Day 社區人的目的就希望可以邀請在唐人街呢度嘅唔同嘅機構、社區嘅機構或者係慈善機構、一起去、去思想嘅問題，同埋為以後嘅一連串嘅活動去鋪路。咁都好受激勵嘅，因為我哋見到當日係、差唔多所有嘅機構嘅領袖啊，或者係工作人士啊，都嚟參加。咁當日啊，魏爵士佢都喺我哋當中係分享咗依一個嘅信息，係鼓勵我哋依一班喺社區入邊去服務大眾嘅群體，一齊去努力啊，去集思廣益嘅去做一啲嘅事情啦。所以當時候教會啦，倫敦公民啦，一個工黨、保守黨。同埋民主黨嘅代表人士一齊係合力 去安排咗一個社區日喺十月中嘅時候，好多人都問過啲問題，就係話喺嗰個社區日之後，我哋下一步應該做啲乜嘢嘅？咁我哋都 plan 咗話，希望喺2013年入邊可以搞最得閒到三次嘅第二、第三同第四次嘅社區日。咁到時候邀請唔單止係社區領袖，包括都我哋希望可以邀請到即係一個 Westminster Council 嘅 Councillor 啦、Leaders 啊，甚至乎 MP 啊、警察啊都可以參加嘅。咁但係喺未安排第二次嘅社區日之前咧，
我哋希望可以再一次同呢班嘅社區領袖坐低。如果我哋係大家認同一件事情嘅話，咁我哋就應該一齊去同心嘅去努力，因為呢一個唔係單一教會可以做到嘅事，亦都唔係單一政黨可以做到嘅嘢，係需要大家一齊去奮鬥，一齊努力。呢一個咧都唔係一個一年半年嘅時間可以去成就到嘅。長嘅話，可能都要十年到十五年㗎；短嘅話，最低限度都要五到八年嘅時間先至可以有啲嘅成果。因為呢一個所講到嘅唔係話改變唐人街嘅一啲風貌咁簡單，而係講到話改變成個唐人街我哋中國人經營生活嘅一啲嘅方式，對呢一個地方嘅歸屬感，同埋對文化嘅嗰、那個傳遞嘅使命，呢一啲嘢都係需要時間慢慢去影響我哋嘅下一代嘅。睇嚟時間好似好長，但係細小嘅事情就可以引起好大嘅迴響。来自各方的人只要目标一致，就能替造意想不到的效果。看落整个这个的 movement 呢是很大，是很大的。那我相信说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的，所有大的事情都是从一个两个小的事情要开始的。那最重要是要坚持，还有我们大家是认同这个的价值观。那我们大家在努力的时候，就算是面对困难，都是有可能去解決 的方式。我們集中大家的意見和取得大家的那個經驗，我們看看怎樣去研究一下都好的，是一件好事。當然我們要團結，中國一定要團結，是吧？團結搞好的。今天的唐人街不單止是華人聚集落腳的地方，不單止是解決衣食住行的地點，它更加是一個標誌，展现住华人嗰份自强不息、力拼同埋谦厚嘅精神，前人嘅努力同埋心血，今日我哋接个棒，对下一代作文化传递。十年后嘅唐人街会系咩样？有赖我哋一同携手，共创更辉煌。